哎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安装这个淋浴的玻璃门，推拉式的这种玻璃门，圆弧形的。底座我已经装好了，这是淋浴间的。现在是这个玻璃门已经倒了很长时间，今天我准备把它拆开，准备要研究一下怎么安装。说明书上提示的需要准备的一些工具，我已经相应的准备好了，都在这里面：胶枪、铁锯、水平仪、胶带、核尺、铅笔、marker、刀子、钻头、钻、手套、眼镜、榔头、改锥，这些工具都在这里了。